直接把车停了。走吧。很热嘞。六个大西瓜呀，现在很便宜呀。2.5块一个，新币。啊。这是奇果吧？谁让你稀罕呢？加油！说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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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某人拎不动了，耍赖让我拎。耍脾气呢，生气了，在那自己玩手机不进来了。有本事你别永远别进来啊、哦！我自己在家，我把西瓜拿进来，我再啃。看看我的大西瓜，大西瓜，大西瓜。哎呀，我有这么多西瓜呀！这一波西瓜这家卖的超便宜，2.5块一个。中国现在卖多少钱？你给我想一下，这个季节了，没有27块钱下不来。可是这边的客人比较10几块钱，真便宜。西瓜的真正吃法是这样吃的，这不骗你们。嗯，我有西瓜了，我老富有了，呵呵呵，也好了。